哎，等一下，有东西送给你。来了。刚才路过花店，买了束花给你。谢谢你陪我吃饭啊。本来我今天心情特别糟糕。但现在我开心多了，周末快乐，送给你。嗯，就一束花，别想太多啊，没有别的意思，拿着吧。嗯，人家送你花，拿着呀，拿着啊。哎，干嘛你？我干嘛？你不让送花吗？我帮你送，拿着。关你什么事儿？就关我的事儿。哎，别打了，他是我男朋友。百川，你没事。好。可以打车走。对不起啊，合作的事如果你不同意，我没有意见。这次见面的印象确实不太好。对不起。王百川，你为什么呀？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呀？你不是有能耐打人吗？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打人？什么意思啊？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做代驾呢？啊！你刚才你打人，你知道你很丢人，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破产了，我受怕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怕贸然投资我会亏钱，我怕看到你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怕你瞧不起我，你看我成天无所事事，我怕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吧，啊！一直有一个男的给你打电话，对不对？对，他们比我厉害，比我有钱，比我有本事，都比我符合你的条件，对不对？你看你的包、衣服、花儿，他们的鞋，你以为我瞎了吗？我看得见。
宾馆了，伤口都处理好了，不用担心，我的约定依旧有效，但只是看在你的份上。有没有考虑过放弃他？相信我，你值得更好的。安迪在吗？我想见你。谢谢你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无比弱智，无比莫名其妙，无比的失望。衣服老板穿吗？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跟我说。没有不高兴，我只是。哎呀，突然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情绪。他在做代驾，你知道吗？我原以为他在努力的想办法，在努力的挽回公司，在努力的尝试新的业务，结果他在做代驾。如果不是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碰到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代驾。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吧。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从他公司关闭，我就一直小心翼翼的，我生怕触碰他的自尊心，我怕他更难受。我知道他也一样。小秋衣每次都问我为什么不去找王帅哥呀，我只能跟他笑。我能说什么？我能说我不敢面对王百川吗？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在意到连两个人彼此在空一个空间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我知道王百川做代驾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我既然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就应该跟他共同进退。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怕苦，我也不怕累，但是我就是怕眼前看不到希望，真的看不到希望。哎呀，对不起啊，跟你说这些真的，哎呀，这些真的是，我都没想到自己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对不起啊，耽误你时间了。别这么说，我们是好朋友，你需要聆听的时候。我的耳朵一直都在啊，而且随便多久。不用，细节太多了，我都没有底气说，说不出口。你只要知道，
我对他很失望，我对自己也很失望就行了。啊，生活不就这样吗？早就知道了。也好也好，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抱任何幻想，我就应该接受现实。我樊胜美的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我就想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愿意尽力。你最懂我。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谢谢。好，我帮你留意。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心情就好受一点了？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可以想想，我们明天一起去接小蚯蚓出院，叫上刚刚他们一起。哎，这样吧，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开个 party， 大家放松一下，开心一下。Good idea 。